吵架啦，走回家了。哎，你今天咋没拿袋子啊？给我拿两本书，你掉了咋整啊？不知道拿袋子，走了。快递，我不拿。回家了，拿不拿你啊？不拿，我不要拿了。你也不要拿了，那我也不拿了，不要了。不要了，都扔了吧。走，我也不要了。哼，都不给我拿，我也不拿。就你不听话，一天天的。你看，你看你那个脸上，我看看，我看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看这黢黑。喊你姐姐帮我拿起来了。走吧，回家喽！姐姐写作业，妈妈做饭，你干啥？你看电视？你玩游戏？你咋那么没呀？在你玩了写作业。走，好啦，到家啦！哎呦天哪，可累死个我了，一天天的。怎么啦？已经家的。哎呦天，刚才我的钥匙不是说让你拿着吗？你没给我拿呀？你有没有给我拿呀？我都不知道。你啥都不知道？我这没拿钥匙，咱咋回去这个？我也没办法了。你有啥办法？我可以跳进你屋里面去。我现在还可以跳进屋里去啊！你可老厉害了。但是妈妈还是在外面呀。那咋没跳进去啊？这不还在这站着？小朋友没给我加点朱莉。啊，小朋友给你加点朱莉？我天，小朋友能帮你俩吗？那再试一次吧。